大家好，我们是李可成，我是李可成的团长石宇，然后他是李可成的好朋友阿贵，呀、然后我们带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有了。
唱的这首歌叫做《游乐》，然后这首歌有收录在我们的第一张专辑《游》当中，然后这张《游》专辑我们发行于2017年，虽然说是比较近年才发行，但这首歌其实陪我比较久了，它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雏形，然后我其实还之前除了蛮常演出这首歌以外，这首歌其实也很常被我们团拿去比赛，因为这首歌之所以拿来比赛，是因为我觉得唱这首歌在现场的时候，其实你不会感到紧张，因为它就叫游乐，它里面写了很多一群朋友出去玩啊，然后喝酒啊，逆着风大声吆喝啊的那种情形，所以当我们整个团在当下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大家的情绪是活泼起来的，所以我们其实会忘掉很多比赛的紧张，当然也会偶尔会多出很多多余的失误，但是我觉得这都无所谓，现场也许有些人其实期待要看那个必吹或者是失误的情形，我自己是完全不 care 这个，我有时候觉得失误是一种加分，但总之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放下心房去游乐，所以这首歌也带我们拿到了蛮多的奖的，比如说星光三月不插电，然后台北周末音乐不断电，然后和海记有入围30强，然后和拿到铁玫瑰的冠军，星光三月跟铁玫瑰好像都是冠军的样子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在看的人，如果你想要参加比赛，你就是选一首让你不会觉得紧张的歌，让你觉得去比赛就是去玩的歌，这样无论结果如何你都会比较能够坦然，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呀、yeah.我要介绍什么？我要介绍什么？啊，我是要直接进下一首歌。可以介绍下一首歌。就你现在就说接下来。OK。接下来我要唱，也是我这首歌写的时间也差不多是那时候，但它更接近我当兵的时候。它是一首有点抱怨的歌，但是时过境迁，我从一开始唱这首歌充满了怨念。时到今日的时候，我其实唱这首歌都是很轻松愉快的，因为人生那段烦恼已经过去。这首歌叫《Save or Sell Me》。想起那一天，还有眼泪，忽然想起那时候单纯可爱，你没有变，是我变了，你没有习惯这时空的一切，忘住 save me till the end or sell me till the end， 忘住 save me till the end or sell me till the end， 你说
刚刚那首歌叫做《Save or Sell Me》，然后这首歌也有收录在我们的游专辑中，是里面比较中慢版，然后算是比较抒情，然后或者是比较悲情一首歌。那我要来说一下我们团未来的计划，就是我们在2020，就是明年应该会有一张新的作品诞生。然后这张作品会比较，相较于由这一张比较以轻快的歌曲，或者是以游乐为出发点的这种比较玩世不恭、比较快乐的专辑，第二张我们会走的比较反思一点，会去讲一些关于人生、关于轮回，然后关于万一，就是你假设你今天离开人世，你会有怎样的思考的一些曲目在里面。然后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是因为我们的我在某一年练完团的时间，我和我的团员们去看了《异星入境》这部电影，然后它里面就有探讨到关于预知未来、轮回，然后对于亲人的失去的一些反思，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你在这一趟人生中你注定要失去某一个亲人，那你会选择同样的道路呢，或者是你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，你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亲人。但是他最后给了一个很浪漫的答案，就是你一定还是会选那条道路，因为你在你上一段轮回的记忆中那么美好，即便你知道失去，但你还是会选择同样的道路去与这个人相见。我觉得这就是命运与感情很奇妙的地方。然后加上我去年有一阵子身体出了状况，所以住了一阵子的医院，住了大概一个多月。然后这时候我回去听这首歌，就有很大的，又有更多的想法，然后我就写了《云烟》，然后这首《云烟》也是一首比较慢歌，然后它就是在关于，也是人消失后的一个反思，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很怕自己会消失，因为住院住太久了，跟社会有点脱节。那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就是《云烟》。Thank you.
钟，在众多过客中，渴望你记得。